真好牛，这才叫好牛啊！你看有点小乌鸦啊，不到事儿。你看这牛吃上，你看这牛这肚刺儿，你能看出来？这牛就是说的胃口好，就是它这个瘤胃发达。你看它这大肚刺儿，这就是好牛。你相比一下这牛就不行，肚刺儿就小，这牛吃上就跟这牛没法没配。你看这大宽肠啊。啥叫好牛？这就是好牛，吃头好，长得现在长大，长大个，这瘤胃发达，后肉也宽。你看这四个大腿，这扎头，都非常够用了。2万3000多。买这小牛多好，贵是贵点，但是这牛质量是好，吃上好。到家不用担心这个不吃草不吃料，也不用担心应急这方面，这牛的抵抗力都非常好，它吃上好，它胃口好，它就是说的抵抗力就强。这草盖子这里连叶都没有，哗哗的就吃，那天天的吃的老香的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这个有一个小屋眼儿，没有这屋眼就更完美了。绝对是健康牛，这牛也行，把料倒得非常好，但是它就是草白牛，干草黄属于啊，你看这些是属于这些紫红黄牛，你这叫假冒。咱们养牛养点这样的牛，那就上盖啊，上这块。唯独的缺点就是带一个小乌眼，这乌眼儿得3万1000多。现在倒教这牛都非常健康，主要这牛是倒教好，吃喝正常，排便也正常，这牛就没毛病。你看这牛长得就比那牛大，但它不一定有那牛值钱，你知道吗？真得分啥玩意儿，一分钱一分货。这牛就是属于啥呢？色儿不没有它的深，就是红不红黄不黄，完了身上花片还乱。但这牛肚刺也不小，肚刺也宽。那个就不行，对，那个最小。这23000硬可买这个。也不要这个，这个你看肚刺就小，夹也别肚子，完了之后还是靠边儿，这会儿讲究。肚刺小，腿细，这牛不能是论大小，你要看长相啊。看看这骨架。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啊，有可能又有人会说，我在这个炒作新产品，其实那真是冤枉啊，因为我说的全都是最真实的市场价格。也许在你们当地那个本地杠子牛啊，也许这么大的10000块钱都卖不上，但是这个新产品牛品种好的，这么大的都得在20000出去。